前面后边。我们追上来了，快加油！加油！什么事？什么乱七八糟的？你遛我呢？遛傻小子呢？你累了，你就可以歇会儿啊。我还好，我不累，因为那是空气好。哎，我觉得正好当锻炼身体了，挺好的，做做有氧。他们俩应该真出来多旅游旅游。哎，我觉得真的暑假可以带心智来一次哈。对啊。是吧？再热点。就是这种壮阔的大自然，然后待上几天，是吧？几天不够。到这儿来就是慢慢悠悠的。对呀、啊。你坐着别动啊，推一会儿，推一会儿。哇哦！用力过猛啊！也还好，但我没觉得累。是啊，您坐在这儿能觉得累吗？问过下边推车人的感受吗？啊！给你个机会表现，还嫌累呢。我跟他两个人骑自行车，开心那个记忆比较深刻。在那一刻是想起了很多之前刚刚在一起的一些美好的一些画面，包括跟孩子我们一家三口那会儿出去玩的时候那些画面，在脑子里就这么开始像过电影的时候闪过。在那一瞬间确实到把我带到了我们两个人曾经甜蜜的那个时候的这么一个回忆当中间。小摩托走起来。我们俩还真没这么玩过哈，没这么玩过呀，不挺好吗？这也是借着您，没想到。哎呀，前面要加速了啊，下坡。好。但膝盖会觉得特别吹，是吧？我觉得你就抱着我点，正好咱俩都能取暖。哦，行，抱抱，抱抱。对你这样也暖和多了吗？嗯。看后边有车吗？没有车，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我听错了吗？没有。有人拍，有人拍就是这样，没有人拍就是这样。很八卦呀、哎，这样。快快快，加速！加速！加速！速度没上来，但你这姿势挺像速度上来的感觉。把它想象成街车。Oh.